今晚的节目的原因呢，今晚这位嘉宾呢其实已经坐在这里，但由于碍于个工作的性质比较敏感一点啦，所以就不方便出样，但当然来得就是出声去分享一下他的经历。他讲这些话题呢，我真的没什么嘉宾有这样的资历去可以讲到的。今晚绝对是风花雪月之极了，我相信应该都是。好了，这位嘉宾就叫做阿斌。 Hello, Hello, 大家好。阿斌呢其实大概上个礼拜是接近尾声，文师兄是啦，就打最后一个电话是啦。咁呢嗰日就讲到一单有得意嘅，就话呢你喺夜场做是啦，然后呢就知道有啲太直少女是啦，好古怪嘅嘢，个太直少女呢就同个客入去搞嘢，做咗两剂，两剂系啦，但系唔见咗个人，唔系一日噶喎，系啦，分咗两日噶嘛，分咗几日嘅，唔系分咗两日嘅，但系唔系话今日嚟完听日嘅，系即系一个月有一次半次，即系今次嚟咗之后两三个礼拜又嚟一次，系啦，即系我差唔多冇乜记忆之后，佢又突然之间出咗嚟一个咁样一次咁样。咁你就话，咦？点解个客出嚟我见唔到佢嘅咁样啊？系嘛？系咧，因为最主要佢喺贵宾区上边，系得一个门口，嗯，就算窗口你都跳唔到落去，因为冇窗口。咁你就怀疑根本呢一个太直嘅女子接嘅唔系人啦。我冇怀疑过，我直情觉得系，我亦都唔敢去怀疑，系咩？因为佢叫我唔好多事。咁 你收钱就得啦。你而家都唔知佢系人定鬼嘅，即系话知，都系即系你冇可能噶嘛？因为点解咧？你个墙都一对门嘅啫，你冇后门嗰个位系冇后门嘅，因为系贵宾区嚟嘅，唔同下层啊。好啦，咁究竟点解佢接个鬼咧？其实咧，嗰、那个咧，我都系相信系大仙，即系镜如在嚟嘅。我都系相信系佢嗰啲。你嗰日就问我，你知唔知咩叫镜如在咁样啊？系，因为我去咁多间场咧，我对呢样嘢咧系比较敏感啲、嗯。我都讲过，我唔系一个高龄人士啊，我系一个比较低龄嘅。但系每次去去有事发生咧，都系竟然在帮咗我。系啦，嗱，因为咧嗰啲场就有时可能有啲吓你讲啦，有啲人哋插牌，譬如人哋插牌啊，嗰啲咧。譬如人哋查牌啊，中即系放蛇啊嗰啲咧，都帮咗呢个女士，帮、过呢个女士，同埋帮咗我好多。帮埋你，因为我入咗行十几年，我未曾试过，被拉过啊嗰样嘅，先至可以一路升得咁快啊，可以睇即系每一间场啊咁样嘢。即系话你可能系收到风。有人報通風報信，喂嚟啦嚟啦，快走啊快走咁樣。其實我就冇收到風，我只係一個好彩。嚇、啊，好彩，因為我可能我負責餐餐係我去拜神啊拜聖咧。係，即係明明係關我事嘅，我都唔喺現場嘅、嗯。可能我帶咗人哋去喺隔離場啊。哦、就總之唔喺現場啦。我總之就唔喺現場，就算真係放蛇，我直情同掃黃組。嚇、啊。可以做到朋友嘅，熟到可以咁噶啦，已经，因为佢放唔到我蛇嘅餐餐度，系啊，佢哋已经讲过好多次，其实都。哦，嗱，所以今晚呢位阿斌哥，系好犀利，佢可以讲到好多关于吓呢啲夜场啊，特别系其实系指甲场咯、啊，其实系斋指甲场多，系打真菌嘅场，亦都可以。呢个字好中意啊，打真菌，亦都可以讲讲我啱啱入行嗰阵时咧，系接到。嘅場係嗰啲叫做魚蛋檔，哇！魚蛋檔啊，好耐應該冇乜人聽噶啦。我諗如果八十年啊，唔係一九十年代冇聽過呢個名啊，冇噶啦。喂，不如講咩叫魚蛋檔先？我都唔好知咩叫魚蛋檔。其實魚蛋檔咧，點為知魚蛋檔先？其實魚蛋檔咧，就一入到去咧，即係魚蛋妹啦，係啦，係咯。魚蛋妹咧，一般咧都係歐烏嚟嘅，歐烏意思係啲。导游啊，丑、哦、怪啊，最差嘅女咧，都一般都喺鱼蛋档，后期嘅鱼蛋档啊。点解咧？因为六，因为漆黑一片啊。系你睇唔到你隔篱个对手系边个啊？即系睇唔到条女嘅，睇唔到吓。咁、只要凭点烟，哦，扮自己食烟，哦，而抽一抽，抽一抽咁样，咁样系啦。
因為我是最後期那段時間，即是最尾問尾那間魚蛋檔，在個叫做上海街、哦、上海街近住太子位、啊哦、那邊的，我們剛剛接過場呢，一接了之後呢，一入到去根本上已經是很陰的了，我開曬燈都很陰。咁我哋問翻當時嘅 keeper 嗰啲咧 ，keeper 話係啊，有邊即係有啲位咧係你最好，即係依一格咧唔係最尾冇客啦，你先好俾佢去啊。哦，因為不嬲係有個小姐喺裏邊噶，不過有個小姐死咗嘅，死咗。有個道姑死咗喺裏邊嘅。係啊。即係知嘅，即係最係死，即係曾經有人喺裏面死過嘅。嗯，係知道嘅嗰、那個姐咧，哦，長期喺度嘅。咁佢仲有冇接客噶？冇，但係長期喺度搞啲客嘅，搞啲客添。係啦，咁即係搞三 P。譬如佢好似琴日咁樣打啊搣啊，琴晚就係咁嘅意思㗎咋。係啦，即係點解會咁樣嘅？哦。点解多咗个咁？好似人控埋嚟嗰啲咁样啦，系咪？系成日即系搞啲客咯。但系后屘因为点解咧？我做即系我哋去嗰阵时咧，差唔多都已经尾声噶啦。系做唔到三个月，就已经要改场啊。嗯，所以将嗰个位咧封咗，嗰一格位封咗，后屘变咗现在嘅小姐房咯。咁其实嗰啲地方都系全部黑噶啦，都唔见得光噶啦，基本上。鱼蛋档系100%黑。系咯。但是你说日式指压呢就不是了。那些真的有牌的嘛，全部没叫有牌。娱乐牌是不是会有的？没的嘛。没有，全部都是。日式指压都没的。没有牌，那商业登记是不是牌？是的，商业登记。那鱼蛋都没有商业登记的嘛。不留地，这些有。我都有的。一样有。我一样有的，即最少有个商业合法的。合法的。合法的意思是准许你做生意，但系唔准许你喺里边打炮。哦 okay、不过一般都唔会理你嘅。不过鱼蛋档一定系包埋噶嘛。系。不过佢只系可以坐喺度噶。所以你谂下里边咧，嗱个环境系咁黑啦。又做埋吓，即系呢啲基本上吓。琴日有个师傅啊，边个师傅讲咧？我唔记得咗。总之话男女真系夫妻之间行房，咁呢啲叫正常嘅一啲正淫啊。系啦，冇错，正淫。邪淫好容易惹呢啲嘢噶嘛，永远都系咁样噶嘛。洪师傅讲嘅系咪洪师傅啊？系啊，琴晚嘅啫。系喎，琴晚嘅啫，我唔记得咗。我有听，琴晚嘅啫。系啦，我已经洗咗脑噶啦。系啦，啱啊。咁所以咪越嚟越聚嗰个阴气咯。聚得好紧要噶。点解每一间场咧要摆敬如在咧？唔系唔好净系话摆二哥啊，摆猪八戒咁样咧。其实系靠难听啲讲系靠佢哋，靠佢哋。招来系招翻嚟噶，所以就大神啊，挡王气嘅啫。嗯，系咪先？猪八戒求女嘅啫，求多啲客嘅啫，淫神啊嘛。系冇错。系咪先？敬如在咧就。喂，多啲小鬼啊！快啲嚟，快啲嚟帮衬乜乜乜啊！即系招客，最紧要招客。你就话系经常拜敬如在嘅，日拜。点样拜敬如在啊？有冇唔同噶？正常啫嘛，上面食乜，下边我都俾佢食乜噶。系吓，初一十五唔系初二，初二一定拜神，拜神跟住就拜埋佢咯。咁平时咧，平时每日杀鸡前啊，宵夜啊。我先烧俾佢先嘅，我做。哦，我唔会烧俾二哥先嘅。系，我先烧俾个敬如在先嘅。嗯，就比较对我就比较好啲咯。O K， 喂，咁仲有啲咩拜啊？头先都讲咗好多，譬如话可能大家都会知啦，就系拜猪八戒啦，跟住又有把刀会插落块姜度啦，系啦，嗰啲啦，辟邪啫，辟邪嘅。嗰啲摆架餐都系摆嗰啲位噶啦。系啦，仲有啲咩拜咧？有冇？其实太佛啦，哦太佛即系鬼仔爷，鬼仔爷大把系啦，因为基本上好多好多姐姐咧，好多妹妹仔咧都系靠呢样，靠呢啲，就算香港嗰阵时九一二年嗰阵时咧都好兴嘅，不过依家落嚟嗰啲大陆妹唔识噶啫嘛，先至冇即系少咁啲咯，咁佢哋拜咩啊？边啊？大陆嗰啲落嚟嗰啲拜咩？冇，我就揾我哋有乜拜咪拜乜，就揾你拜。即系佢我哋个台个门口二哥有乜咪拜乜咯。嗯，佢哋呢啲唔会拜敬如在嘅，系都唔识系咩啦。其实唔知系咩嚟，知道系
大仙，即我哋个口就好讲啲叫大仙啦。但其实咧就系鬼仔，即系都系明白比较老啲嘅。嗯，总之都系阴神啦，嗰啲叫做系。嗱，讲夜场嘅鬼故啦，即系最经典嗰啲咧吓，我听到好多啦，就系话咧，哦，个小姐。不知點解死咗，好可能啊佢自己有病啦，又或者可能翻咗鄉下嘅嗰幾日，咁啊唔知有咩意外死咗。咁但係咧，嗰啲人就話：，點解會翻咗嚟噶？接咗客嘅，收埋錢嘅，直情係個客係唔知道佢死咗嘅。其實呢啲好基本嘅啫。係啦，原來係好基本嘅就係呢啲。因為咧，我哋個場咧曾經試過咧，有一個妹妹啦，走咗。差唔多个差唔多一两个月嘅啦都，咁、哦、但系咧我哋唔知道嘅，即系佢喺翻工呢个地方走咗，佢笨猪针跳咗楼、哦，我哋唔知道嘅，完全唔知道，但系 call 系有人听嘅，电话有人听嘅，咁唔系佢听啦系嘛？唔知啊，哦，唔知边个听 ，OK， 总之系揾到呢个人，佢翻过嚟两次，翻嚟接客，翻过嚟两次，哦，翻嚟接下就唔系，反而翻嚟系，因为呢个女仔咧，同我哋个中房咧系几好嘅。可能因为系经济上啦，系、有啲问题啦，而自杀嘅、哦。因为呢个中房咧，佢帮过呢个中房咧攞过两条数。啊，中房就一个男士，男士就系管呢个场里边收钱嗰、那个。嗯。所有钱交俾呢个人嘅。OK。即系做完嘢翻嚟就要收钱嘅，系交俾个中房。咁中房咧就唔，我哋都全部唔知道，原来呢个人走咗。哦，后屘咧有一次我哋开新场，新场我哋一定请师傅，要师傅过嚟睇睇，系摆咩位嘅。系咁个师傅咧就望到个中房，问佢咩事。嗯，点解你要咁嘅样？即系个样啊，已经唔同咗，同埋佢170几磅嘅本来。5尺8到啦，差唔多180磅。后屘师傅见到佢嗰阵时咧，系得96磅几嘅啫，半个码。系啊，但系之前问佢咩事咧，佢唔好意思讲。哦，其实点啊？原来系晚晚，晚晚梦遗。哦，晚晚流系佢搞佢，即系个女嗰、那个小姐搞佢。系啊，后屘个师傅。佢就同师傅讲啦，师傅问翻，可能呢个女仔同呢个中房咧，唔系呢个中房咧，同呢个女女仔咧，系有乜嘢嘅承诺过任何嘢，而佢冇做，系、佢翻嚟就算真系死咗啦，佢唔系追你啲钱，嗯，但系你要俾翻个名分佢。咁佢同佢搞嘢嘅时候，佢唔知佢死嘅，完全唔知系呢个人啊，系咯，唔知嘅，完全唔知，完全唔知系呢个人。是师傅，师傅问佢做乜嘢，点解会咁嘅、嗯？因为咧，我哋好少可会揾师傅上嚟嘅。如果唔系个场有乜嘢咧，除非新场新场开啦，新场开要睇下啲位摆边度啊，咩位搞咩位啊咁样，同埋每个顶度边度摆嗰啲风水嘢啊。因为场嗰、那个场咧都有曱甴啊，唔系有老鼠啊，佢都惊，又会惊佢喐到啊，嗰样嘢咧系。怕佢有事先至少揾风水嘅啫，即系揾师傅上嚟啫嘛。点、知咁啱咁巧，佢同我哋一齐去睇新场，师傅就问啦：点解你会咁嘅？好啦，佢当时有冇讲？佢完全冇讲到，后屘话你即后屘先话俾佢听咯。请埋个女仔翻嚟咯。点样？请个灵体翻嚟，叫个灵体上嚟，跟住要做一坛喺个场里边做一坛冥婚，请翻我哋依一班，请翻我哋依一班。公司的老总和中房，他们曾经叫他做事的人，给生意的人，都有来喝这一餐。真的回来摆冥婚？是啊，在场上冥婚，很久了。你是见证住的？我直接现场。那有没有生鸡那些？什么都有齐。真的有？当年那时候还可以生鸡吗？什么都有齐，是差不多摆成三围。哇！在场摆三围。是啊。同埋啲女，因為我哋間公司咧，都比較大，有7-8間連鎖，同一個牌頭嘅公司，單一個名，單一個字嘅牌頭嘅公司，咁就全部都有嚟，為咗依件事而去，送禮啊，即係送啲紙扎嘢啊，送禮俾
俾个小姐，因为呢个小姐同我哋都有啲感情啊。咁系两个月里边翻咗嚟两次，但系唔系开过眼。嗯，我哋都唔知道。翻嚟做咩？佢翻嚟睇下你。翻嚟搵哦，翻嚟搵佢。系啊，哇！咁即系你真正饮咗一餐冥婚。系真正第一次，都我一世人饮过一次。吓、啊，食乜嘢噶个冥婚？全部都系食素。我全部食素嘅，冇鸡，我哋冇嗰啲嘢，全部都系斋素菜。哦，咁使唔使真系合紧交杯咁样做啲咁嘅仪式嘅咧？有冇咁样噶？有冇特别嘅仪式做？有，咪同只鸡搞咯，同只鸡。诶，冇噶啦，睇完噶啦，最精彩嘅部分咁啊停咗噶啦。系啊，真系唔好意思啊，呢个只系每晚恐怖在线嘅精华片段嚟嘅啫。如果你都想睇晒嘅话，就非常之咁简单，可以参与我哋啦。月费计划啦，可以上翻系 admanpoint.com。bigbigair.com 咁里边咧参与呢个月费计划，声音咧就系$30，视像嘅$40，如果加埋用 app 咧就系$50。好啦，至于话我唔想参加月费，想俾 cons 睇边集就买边集都系可以嘅。咁啊 download 我哋 bigbigair 嘅手机 app 嘅说话咧，咁你可以识除专变，中意边集咧就买 cons 睇啦。所以希望咧你快啲成为我嘅付费会员，你会睇得最多最恐怖嘅个案嘅。